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一節天氣，我是蔡子順。昨天香港受到低壓槽的影響，昨天早上下過一些大雨，去到今早最新天氣情況是怎樣呢？一起看看一些最新的衛星影像。可以見到跟低壓槽相關的一些雲帶已經移到去香港南面、南海北部的地方了。看到香港附近廣東沿岸上空的雲層整體是薄了很多，所以今早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，看到天上面雖然都還有些雲，不過雲和雲之間已經可以見到陽光了。至於氣温方面，去到今早早七點零鐘的時候，看到香港各區的氣温普遍都在24度左右。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將會是大致多雲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就會上升到28度。至於嚟緊嘅兩三日，我哋預計覆蓋緊我哋雲層將會繼續轉薄同埋遠離，所以我哋預計未來兩三日天氣會進一步改善，將會係漸轉天晴。今個禮拜六日天氣更加會唔錯，大家不妨考慮一下一啲户外活動啊！一節天氣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